哇，现在快出来哦！哇，这个可以啊，里面肯定还有个母的。我就知道，如果说你没有经常给我清洗的话，肯定看不出来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峰，今天潮水正合适，大潮水，看能不能有好的收获。这里面好像还是没有东西，再找找看。这个季节有的清洗会多，还是石头理想啊？一般这种有水坑的，我看看有没有，这个没有。嘿，这个里面有一个哦。找了这么久，终于让我发现这个哦，这感觉跟头还行。终于快出来了哦！喂，别有保险器啊！喂，你再动手我玩吧。哇，这个还不错哦，有个三四连。哇，还不错哦，今天第一个挺飞的。嘿，这里就有一个哦，在这里，现在是直坑里头。那边有个洞，难怪。在这个地方，但这个个头感觉不大，给它勾起来看一下。现在跑到洞里面去了，大家应该能看到吧？在这里，这个不大，顶多就一两左右，有点小，算了，不要它了。哎，这边就一个小的，竟然在这边挖坑。来来来，出来扔个去。来来来，哎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有个小的星星。这种太小，怎么不能养？哎，你们两个送东西，赶紧别走往那个有海里的地方哦，记得注意安全哦，送东西不能乱走。他们后面可能什么时候看我过来，高兴的肯定也跟过来了。小孩子挺爱玩的。这个洞呢？还是没有。里面有动静哦，哎，又跑到哪里去了？喂，应该说有啊。哇，还是不肯出来。哎，这个洞感觉是相通的，会不会爬到这边来了？哎，应该说爬到这边来了吧？这个洞感觉是相通的，哦，洞是相通的，难怪在那边都够不到。哎，感觉在这里。喂，完了又跑进去了，里面都是小石头。快出来了，被那个石头挡住。啊，会不会跑到那边去了？这个还真的有点不好勾。哎，快出来了，在这里。哇，跑来跑去，个头感觉没多大啊，但是还不错。来，先给它抓起来看看。哇，哇，还不错哦。哎，完了，小臂又弄掉一个，还不错哦，有个三四两吧，跟刚刚那个差不多短，是个母的，哇，今天还可以哦，上下面找找看，哇，这天气有点闷热，哦，这个里面是几个海螺。这是一个水螺，算了，就不要它了。今天不是出门出来过海螺的，今天出门出来碰运气，看能不能勾点大的新鲜。嘿，有动静哦，这个里面感觉动静不小。
哇！这个有点不好过，有点是哎，他现在已经夹住我的钩子了。哇！是不是应该不小？你看，他现在已经夹住我的钩子了。哦，看别把他牵子弄掉，出来吧！哇，这个感觉不小啊！哇，看到了吧？ 看来今天只有发财的节奏哦！这个可以啊，等等，把这个石头给它拿，石头子给它弄开。好，现在起钩。哇！现在快出来哦！哇，这个可以啊！哦，你别跑进去啊，没地方跑的感觉哦，还想往哪里跑？ 哇，这个可以啊！哇，好久没有勾到这个这么大的哦，这个起码有1000多，看得出来它是干胶配玩的哦。就这个地方，它那个比较突出，里面肯定还有个母的，比我那个多年来勾清洗的经验，而且我奶奶还生不消过我，应该说里面还有个母的哦，给它试一下看看。嘿，感谢有哦，我就知道。 这个一般，如果说你没有经常勾清洗的话，肯定看不出来。其实这个黑母比这个公的还要好吃，但是那个公要大，肉要多一些。这个黑母肯定很肥，我就知道哦，真的这个黑母。哇，哦，你没有跑进去哦。哇，你太会躲了。哇，看来今天真的是要发他的节奏啊。哇，这个黑母，因为它吃剩肥，那个干胶配合，它肯定吃剩肥。 我就知道哦，是一个黑母，哇，可以啊，哇，看到了吧？这黑母底下是黑的，然后它那个尖这么少的话，烧不出来，它这个肯定很肥。今天又让我遇到这个对蟹了，有个1斤半左右，哇，看来今天是要发它的节奏啊。这样肯定没有，一山不容二虎，除非一公一母，但是这个三狮是不可能的，最多两狮，所以这一个石头放。 找下面找找看，哦，没有，这是里面是一个石头，卡在里面，我还有动静，还是没有，再找找看，哦，没有，是一个石头，我还以为是螃蟹，这个洞今天还是没有。 暂时有钩的，哎，这个里面开始有一个哦，不要惊动它，一下子给它勾出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出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喂，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啊，呜，喂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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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差点给你跑回去了，哦，你想往哪里跑？这个头没多大啊，先过来看一下。哎，它又不夹住我的钩子，出不来吧？哦，个头没多大。来来来，过来让大家瞧一瞧，看看有多大。这个没多大，而且不肥哦，你看，肚子这边软软的，看肥肉就这么看，这边按软软的肯定不肥。 个头顶多只有1两多，而且是瘦的，就不要它了。来，回去吧。来来来，放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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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啊！再找看，像这种洞，一般是螃蟹爬过的痕迹，先给它过一下看看。哎，有啊，有东西，喂。 又给放了，刚才牵着我的钩子，哦，哎，哇，这感觉是一个石头蟹，又跑进去了，来来来，出来吧，哇，都快让我给钩死了，这个石头蟹哦，个头子还不错，小的让我钩的还是好多个，这一天还钩了一个伤口，但是能带回家了，石头最大的个头。
也就是这么大啊，差不多是这种石头型。哎，这里面就有一个啊，把这个石头换一下，有点不好过啊。出来吧，出来吧。啊，只能把这个石头先给大家勾开，这边给你堵住。 现在你没地方跑了吧？来来来，继续来！哦，不要又跑进去啊！你还是又跑进去，毕竟你放歌你还想往哪里跑？哇，这个感觉还可以啊！看一下，哇，挺肥的哦，看这个地方，往这里凹下来，硬的哦，这个挺肥的，大概有个2.0左右吧，也还不错啊，又是一个。哇，现在感觉快下雨了哦，那后面一大片黑黑乎乎的。 而且潮水又会涨上来了，刚刚过了这一大片石头过来，现在就说没就不够了。而且这个今天没有带衣出来，但是也不错哦。是时候来看看今天的收获了。今天总共捞5只石头蟹，勾到总共勾到6个。来，到这里给你们看一下，不要乱跑哦，配合一点。这个是那个黑母哦，这个是这一对是对蟹，还有那一些个头比较小的，我给放生了，有的那个也不够肥。哇，今天真的是运气爆棚啊！下周末把这些青蟹赶紧那个趁活着还带上新买了。好了，那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